五比较大哦，五比较大，没有，因为圣诞 DS 那一代没有线上模式啊，它是三嘛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由我们抢劫精英团队为大家带来抢劫精英逃狱篇。逃狱精英达成的条件是：一，从遇到教授到飞机踩点，在4分40秒以内；二，教授受伤要小于 1%；三，无人死亡，不可快速重新开始。到通关的重点是，爆破组在遇到教授前就就位，然后监狱组不必陪教授慢跑。飞机要降落在监狱外的排水沟，其他的会在影片中详细说明。蓝色字代表的是爆破组，红色代表监狱组，绿色代表飞机。这里将时间分成三段，监狱清场在2分钟之内，是可以用来争时间的。然后接人上机40秒，教授非常的雷，很容易慢到。然后飞机飞到驾机逃离这边2分钟，然后也可以挣一点时间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他是几的？我觉得还不错啊。他就是圣安地列斯，三又是换哦，就是一个外传吧。小千丢枪。好。Q 好好钱哦，每款赛车都买。对啊。没有，我只买这两台而已啦。是啊。嗯。如果你们缺人的话，也都我都可以问，就是找我，我可以打、到8月份。怎么说？因为再来，我8月第二个礼拜应该就要去开刀了。你好，二哥。那个椎间盘突出。椎间？脊椎那边啊？对，没有颈椎。是工作受伤吗？还是？不知道欸，他说可能姿势不良，可能低头滑手机，很多可能。哦，所以你是低头一直滑手机哦？我应该是没有啊。是吗？我低头滑手机是不明吗？没有，我很少在滑，我手机我都放，我不会去低头，我都类似把它摆成类似在看电视这个姿势，有没有？不是低头。真的，所以要存钱，平常要存钱。存钱。为什么存钱开刀是吧？对啊，存钱开刀，然后那个啊，像要装什么，有的没的东西都要钱的。哦。对啊，像我就没有钱。所以那开刀就不能上吗？那就没有办法。等他好了。应该可以吧？你应该不是你玩 PS， 你玩 PS 四应该不是低着头在玩吧？没有，我是仰着头哎、欸，仰着头、啊。说不定就是仰着头、啊。对啊，说不定就是仰着头啊。没有，我是反正就开刀，然后很贵，没有钱。那开刀很贵吗？那自费还是那个？他有一个那个椎间盘要自费啊。都贵，25万，哇，贵哦，好贵哦！我跟他说，你开刀的时候就顺便把我的肾摘走去抵，不好吧？开那个刀25万，好贵、哦，好贵、哦！因为没办法、啊，那不然，我那个不知道怎么讲，你不开刀可能会瘫痪吗？哦，对了，然后开了也可能也会瘫痪呢、啊。那到底是开还是不开？就是一个就是不开等瘫痪嘛、啊，一个就是开了瘫痪，就这两种选择。有点可怕。对啊，不开等瘫痪，开了瘫痪，那就是当然是不开等瘫痪啦、啊。但是不开就很痛呢、啊。哦。应该开刀弄那个应该会好吧？他那个就是自费的比较好，你就是他有健保在哪里开吧？哦，对啊，你要哪间开？应该是龙潭的三总吧？哦，
龙潭医院吧。很久了吗？就一年多了。哦，一定是你们上线跟我玩 PS4 的关系。没有，我都有上线呢。是吗？我看你有上线，可是有时候好像是在玩别的游戏。哦，对啊。那就没有玩 GTA 5的关系吧？对啊，应该是没有玩 GTA 5的关系。GTA 5大概是我打最久的吧。游戏啊，这片游戏真的很 CP 值，真的很高啊。对啊，很耐玩。我从 PS 3就打了呢。PS 3了哦。对啊。不然是回国玩家咯。对啊。那你有那台是吗？我是之前是玩电脑版的，可是我可以说 GTA 4真的很难玩。是吧？嗯， GTA 4电脑，我是玩电脑的，很烂。是日本场景的，是日本场景吗？白人那一代 ，Michael 那一代 ，Michael 那一代。那圣诞 DS 那代的男主角是富兰克林吗？因为一样都是黑人。不同人啊，应该不同人，他比较瘦吧，我记得。好像。没有，是因为这一代的画质比较好的关系吧。画质就好了，变胖。对啊。没有 GTA 5，我也觉得这个比较简单。是吧？可能中文吧，以前看不懂英文就随便打。可能是对的。不会，我觉得怎么警察都很好甩掉哎。有吗？对，我觉得啦。那个自带开推书甩的这样子，我开过去了。但我觉得自带应该没有卖得很好，我就想。没有。自带到底是哪一代啊？虽然第一代是哪一代吗？没有，他那代好像没有，不是那代有出 PS 吗？是，有。我到了，我可以出来了。好，首先要出点咯。好，不然跟我说。出点。我们这次非常的快，我都还没死呢。赶快吧，拼命的炸吧，只能靠地面时间压缩去让空服给抢中的。好，等一下就是看 QO 可不可以把小圈附近的直升机射一射这样。好，先把我们地面先一直炸，先尽量让我们直接没有障碍的往前冲。嗯，你们在上机的时候，他在炸直升机应该 OK 的。那边有一只不明。对，我知道，被炸掉。我就一直冲就对了，就要把我们清的越多，我们时间应该就压缩的比较短。是在看他光头不跑哎、欸，场景是在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不要。哎、欸，不明，你的你应该试一下护甲吧。有。最后帮我们炸的越多，命命的时间越短。对。我们会缩短。因为小天没办法直接飞我们边，能这样，对啊。啊，不得不说。从屋顶上来可打不到。对。还有另外两个情况。听讲，把听讲。还有一个。免去接他就好。哦，打完了，这么快。免去接他。然后，对，免去接他。赶快，出刀点。接了。出刀点就一直跑。接枪了。看能不能说吧，看手把能不能把按坏就过了。三块你买给我。按坏就表示可以了。这次有跟上，快 ，go 光头，光头。好，光头了，光头了。我们要出去了，好，我已经在降落了，刚好到，刚好准备降落。好，我们出来了。就说那个直升机给你清一下。小圈刚好在那边。我在找啊。到了，停下来，小圈停下来。尽量吧，好 ，OK。
可是直升机一开始不是很好打。啊！为什么黄龙摔倒了？没关系，摔倒了，紧张吗？没有，他太紧张了。OK， 走，上。他不明，我们帮他看。我只目前把直升机都几乎打完了。好，你可以走，可以走，可以，应该可以跟着。右边。后面还有一台灯，有，我要打他，打不到。后面跟超近的。好，打到了。有。还有一台。小心拉高吧，不要让地上看到。拉高了。好，开始闪。闪现能力。好，你就尽量往右边。对，往右边一点，往右边。左边有一台。如果直接开到那边闪过，应该就过了。嗯。可是现在这边会左右出现这样。对啊，我已经有开大地图在看。我也开大地图，我也开大地图。最后跟上。好，跟上面。对。你现在看起来没什么直升机，应该就跟上。等一下，左边，好危险、啊。我刚好在闪，还在闪。对啊，我有没有闪掉？应该没差吧。接下来应该会剩左边，接下来应该会剩，你就尽量闪吧。如果开到那边闪掉的话，应该就最后你不用闪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只要出那个点。哇！太近了吧！过去，哇塞！再过来。厉害！太近了吧！看，超近哎！怎么闪那么久？他三台一起来了。快闪掉！我们已经到了耶。点了，再上去点，再拉高了。有到了，碰到了，小心过了吗？直接跳伞是吧？跳伞，我觉得过了。触点是跳下去触那个点，还是现在就可以了？现在就是触点了。所以那我停到岸边等你们了，你们待会下来不要打到。好。小天，所以我们刚刚是应该这样子过，还是要再出这个点？不要打到，你还会降落啊？我降落，我刚好触在黄点上面。哎，小心！我要下来了。所以小天，我们是动画结束，应该就触点了吧？应该是在动画之前吧，如果动画算进去的话，我们就不会过了，试试看。赶快上来哟、哦！好，过了。先看看，应该过吧？我觉得这次很顺啊，你飞上那边。小心！好，走。因为我看到你刚才是直接飞。光头就这样死掉了。没有，光头开飞机走了。啊。应该有过吧？因为你沿路这样开。不然你沿路这样开，没有有闪过，而且直接开到那边就直接触动。而且我这边很小心。如果这次过了，一定要给阿豹看怎么躲那个直升机的。按去了。我曾经有撞过这边电线杆。是啊。如果有过的话，大家记得按去了存影片档哦。哎，手下无敌。去了是哪？左边那颗？左边那颗是暗地。好了，现在就来看了。小心点！哇，白金哎！按一下是吧？按一下它就。按什么？按下。嗯。啊。按住，长按还是按一下？按一下。上船了。一趴一下。哎，过了，过了，看到有一个。好屌。过了。哦，超兴奋！不是上传，按储存，先存在 PS4 里面，然后再转。啊，有，我看到储存了。没有，你那个等一下，它底下会有一小行是写保存那个，保存影片。你要是现在，是现在按，还是等一下？现在按了。哇，终于过了！哟，有按了。可以看到保存影像片段是不是？对。嗯。好。